咁耐都冇得飛，我已經好掛住台灣啲嘢食啦。唔緊要，不如等我上網睇下有啲咩台灣嘅美食手信值得買翻嚟先。台灣網購嘅平台有好多，好似呢幾個網咁，都好方便海外買家噶。今次我哋就揀咗十款台灣人氣嘅零食糕點推介俾大家。如果大家都是芋头迷的话，就千万不要错过近排网上很热的芋头流心酥了。我吃到整口都是芋泥，但又有些奶黄流沙馅在中间，真的很得意。被誉为芋头酥之父的阿聪师傅也推出流心麻薯芋仔，一直都听说过台湾这只新竹福源花生酱是很出名的了。今次试这个蛋卷呢，就用了这只花生酱摆满了进去了。想试一下，里面还有很多花生酱，你看看。至于六月初一这个品牌由网店起家，千层酥皮加上八字的造型，日常很受欢迎啊。而另外很有文青风格的青鸟旅行，也是另一个大热的蛋卷品牌来的。这个就是拿了很多年太阳饼比赛冠军的鱼一堂，都是必试的产品来的。黑芝麻饼皮加上芝士粒粒内馅，真的很吸引。台湾都有自己制造朱古力的，这个品牌就赢了很多国际朱古力大奖了。品牌用了屏东种植的可可豆来制作朱古力，除了一般的朱古力之外，他们都有出产有地方特色的口味的，例如有不同的茶味，还有樱花虾。看落真的很得意啊，啲樱花虾真的很香啊，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的 nuts 在里面啊。而这个台中品牌标榜健康低糖，他们的凤梨酥不用酥皮，反而吃落有少少像马卡龙，个馅就是用台湾17号和2号的土凤梨，很香甜。记者都很喜欢这个品牌的手工米饼，除了原味还有三星葱和咸蛋味，中间夹着牛轧糖，很香奶味加。最后可以试埋低温烘焙的果干，果肉不会干真真，声称比市面的果干少 95% 的砂糖用量，女士可以尽情地吃了。